麻烦打听一下，我要去刘老根大舞台，在哪儿下车呀？刘老根大舞台呀？啊，你是不是太爱看热？你看看，不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一出上海馆，就看赵本山，不分年龄段，都爱二人转。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，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。你看看，你看看，我咋还转上了呢？哎呀，还真说这两句唱啊，真是二人转迷。你可是？我以为呀、啊，就让人东北人爱看二人转啊，没想到你一个河南人还这么喜欢。嗯，今天你去吧，保准你看了不后悔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呀，就是工作忙，啊、要不我能天天去看去。哎，我刚给解放走吧。啊，你呢，在下一站下车。啊，故宫斜对面就是。啊，这么好找啊！那可不，那门脸可亮堂了，一眼就能看见。你看看，我还买了张地图，我是左看右看，左看右看，我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。哎呀妈，那有啥看不明白的？多简单呢，连傻子都能看明白。你看大姐说的，连傻子都能看明白。你咋骂人嘞？啊？你咋骂我嘞？我怎么能骂你呢？你刚才说我是傻子。不是，你家我没骂你呀、啊。你看你咋说话了？这位兄弟，大哥，你给我评评理。我刚刚管他道，他突然就骂我傻子。不是，这个兄弟，你先别激动啊。你听我说，我刚才呀、听得明明白白的。那个这个售票员啊，多热心呢、他是好心。他刚才说那个傻子吧，那也是无意的。你别往心里去。你不来看二人转来了吗？啊，对啊，你不早开心来了吗？啊，你看二人转上大刘老根大舞台，那肯定帮你开心呢。一会儿呢，我也在故宫带下、你要找不着我，领你过去。谢谢大哥。哎呀，谢啥谢呢？你说那个挺大个老爷们，你跟个老娘们一般见识干啥呀？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你管谁叫老娘们呢？不是，这我不是那个意思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不是那个神的，不是我这不替你说话的吗？啊，他替我说，你替我说话就管我叫老娘们儿啊？你会不会说话呀？不是，你看你这怎么还激恼的？那我管你叫啥呀？那你说我管你叫大姐，你说我还比你大，那我管你叫小姐，那你愿意听啊？你会不会说人话呀？不是，你家没有女同志啊，都管女人都叫老娘们儿、啊。不是，我这不替你说，不是你替我说话。我不替你，你替我说话，你替我说话。我替你说话，你这是干啥嘞？大姐，你看，大哥也是为了我好啊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现在不是和谐社会吗？咱们大家在一个车上，那就是缘分。有那么一句话吗？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共枕眠。耶，谁跟你共枕眠呢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说呀，百年修得同船渡，千年修得坐一车。哎，你看大姐笑了，大姐笑了。大姐，我跟你说，咱不理他，就当他有病。哥。你说谁有病啊？我没说你有病。那不说我就咱这几个人，你说谁呢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不是你这啥意思？你怎么能看着我有病呢？啊！我这好心好意替你说话，怎么你这没人还不能好赖？我什么时候我有病啊？不，大哥，你看这不算啥事儿，你咋急死白脸呢？我什么时候跟你急到白脸？我什么时候跟你急到白脸？我跟你说话是最和气的，我什么时候跟你急到白脸？你要不然我说这话是真急到白脸吗？我这不是急到白脸说话吗？说你是个傻子，你怎么是当家的？你怎么还得当傻子？好了，别吵了。二位，这是公共场合，一车人的，注意个人形象啊。好了，你坐，别吵了。好了，别吵了。大哥，没事儿啊，心脏病。你主持人啊，你快说话来，好好说话不？啊，你刚才说我啥子？我有点说不是，我没这么意思啊。不是，你坐下。别吵了。哎呦我天，我在这坐半天了，你知道不？你们三个说什么我都明白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但你们三个也都是好心人。我跟你说，你们出现的毛病啊，就是这嘴呀、没有个把门的，多说了一句话的事儿。啊，多说，对不对？你说你仨都是好心人吗？也是，但是要不是大姐说啥，我也不能生气，是不？
反正那他要不是说我是老娘们，我也不能来那么大劲儿呢。他要不说我有病，你说我能急眼吗？这我心里，我这么和气的人，我能急眼吗？你说是。哎呦，那个，我这到站了啊，下车了。嗯，多说那些干啥呀？山炮。说谁山炮？谁山炮？谁山炮？那你呢？啊！